俊阳驰骋天地欢，情意绵绵润君心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吉林电视台栾海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吉林电视台孙雨虹。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说一声春节好，看雪花飘舞，祝福如潮，道一声恭喜发财。让我们共同祝福海外华人羊年喜气洋洋，万事顺意。在这里，我们仅代表中国吉林电视台全体员工，向环球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们致以新春的祝福，祝福老人们健康，祝福孩子们快乐，祝福每个家庭幸福安康。翻开记忆的相册，有太多的瞬间定格着我们的快乐；打开回味的闸门，有太多的欢笑闪回在我们的脑海。伴着新春的第一抹朝阳，让祝福和希望随春天的绿色成长。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的，成功总是属于积极进取、不懈追求的人们。愿全球华人都能在2015年收获快乐、收获健康、收获如意和吉祥。